哎，这遥感复活，没有错，终于找到了。这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怎么调这个按键哦，因为如果你有跟我一样困扰的话，现在你就是点这个 Steam，然后 Big Picture 模式，就是用遥感操控的模式，在右上角有一个 Big Picture 模式，它就是专门 Steam 为了用遥感操作方便设计的一个 Steam 的操作模式哦。然后你在这个模式里面点到你这个游戏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单独，它有一个应该是靠那个遥感控制的钮，先单独点到这个游戏哦，然后它有一个遥感设置，然后它就专门调整这个游戏的遥感设置，然后点进去之后，你就找到你对应的 PS4 的这个 PS 的遥感，然后你就把这两个键用滑鼠直接硬拉，把它两个键硬对调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是硬拉，是点进去之后，它右边有一个滑鼠那个键控制器按键，然后就把这两个控制器按键对调。终于啊，丝滑的用叉叉做翻滚哦！我终于可以用叉叉做翻滚了，这是两回事啊！这个从一代、三代血缘诅咒继承下来的手感，这个一改我直接是难受。好，我要去找一下那个，好像有一个东西没拿到，它好像有个钉锤可以捡。需要攻略的游戏不是好游戏，我是觉得也不至于啦。我觉得《黑暗灵魂》这系列都还是好游戏，它只是真的太多东西很容易错过了，然后错过的东西又是你不能回头去找的，主要是支线相关啦。我的魂一真的是完全感受到这件事哦、喔，我那时候魂一我就觉得啊，好麻烦哦，不想要看攻略。一个不看，真的是我的传口祭祀场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无人生还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捡东西，我刚看攻略上写，喝水慢也是修炼的一环。看，好累啊、喔！我觉得硬要把原本很好的东西，原本 OK 的东西改成很难用，这个点就是。很 FB 啊，该 我在 FB 开台会讲这种话，这种行为就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做的事情啊。原本这个系统好好的，然后把它改得很难用，奇怪，我刚看到有，到底在哪里？Where are you？就刚看攻略上好像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地方。他说：“看到风光明媚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往前冲，旁边那里跳下去可以捡到东西。”文山的传火机上只有咒术师，干 太惨太惨。我魂一了，好像也是只剩咒术师。狭小的场所，蛇很有用。翻滚没有用，没事。No。哦，我找到了。提示万岁，辛苦了。没事啦，某 F 直播平台本来就烂了，没有，不好说不好说。昨天杀了多少人？干没杀人啦！我玩这个游戏一直都是和平主义者。我们如此的 nice。看一下这边怎么跳过去。
我是不是可以从这边跳比较对？哦，赤锤圣职的圣灵，起啦！ 望远镜，好嘞，有回得去吗 ？OK， 咦，啦，看一下，四锤哦，垃圾，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啊？慢慢走，感受一下。 哎、欸，不是喝水啊！会王人王吗？人王应该是不会，这个回起来还行。为什么会有一只啪的声音？这个声音也太怪了吧！哦，他挥到草靠腰。人王我稍微看一下，性质比较缺一点点。 把我身上的钱花一花好了。剑斧，打刀，哎，是毛锤，我以为是打刀。 没啥好买啊，买这个，买这个不亏。逢二节就会换什么、啊？逢二节数哦，再看吧，有可能就离开了，可能这个月开完就没了。人王真的很可怕，玩一下就不玩了，真的很可怕。你说游戏很恐怖吗？真的假的？ 我家那边没停电，我家那边没停电，听说这突然有突然性的停电哦。哎呀，就是走这边。啊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应该先人亡我完都死1000次以上，看，我先把那个血量拉回来一下。 啊，算了啦，闯关，一定会死很多次，先不要浪费，这么快没办，就有可能，他们现在正在裁员，哎，我没有说哪，我没有说谁啊，就是有一间公司正在裁员，大家不要想太多，啊，有可能裁到我，哎，蛮有可能，哎，原本说不会裁，哎，对，但是呢，突然会了，啊，你也不能说什么，你总不能告他。 你又搞不赢，我那个爆炸球有带吗？对，可以。回红色开早餐了，回红色我应该开晚餐，反正就认真经营一下。走来走来，妈的，一个高的狗。哎，这回起来手感好像还有点料哦。 没死，太大意了。我靠！哎，对，这个很多事啊，比预想中的哎，还更多的意外。不过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前面当金老师，哎呀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 开早餐台啦，我其实想啊，但如果认真经营的话，还是要开晚上比较好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开这个时间很固定，有点烦。
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么固定时间的东西。嗨，哎哎，这不是熟悉的那个？哎，我靠！要你！哎，味道！看这个无敌针啊，只好再喝一口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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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砍刀啊！嗯，哦，这个血太少了，砍一拳就要砍一只，就要喝一口。啊，我这边有这一只的话，啊，那我还是要把人像吃一下。哎，自己带这个机制我也很讨厌。血量还会变少，妈的嘞，这个很烦啊！怀念 P 5啊和魂山早餐台，有好有坏啦。我可以再试试看啦，但是正常经营还是要晚上开比较好。喂 OK 我靠，啊，干，太急啦，这里不用火焰剑来过好了。妈的，有够急！你不要给我掉下去哦！哎哎，别，你不要啊！你自己上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。嗯，还好没钱没太多，对吧？我刚刚花掉了。小狗在那边唧唧歪歪，二代没什么音高的影子，恶意好淡。其实这一代比较是那个会做一些很狭窄的鸡巴地形高。试试看火箭之后还是伤害高一点。好像果然锤系，哎，没有，好像还好像火箭还是比较高。
哎，没反到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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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哎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原本有这一招吗？ 哇，干嘞！嗯，哇，被煮了三天，惨。二跟三谁好玩？绝对是三啊！其实目前说真的，我对英高做的这几款，我是最喜欢三代，因为我英高做的，我还先不论二。 二不是英高做的，所以可以先不纳入考量。但是英高做的这个一三一三之狼加血缘，我是100%选血缘战，我超喜欢血缘战，真的好玩。哇！ 心被损了一些，好亏哦！哎。 哎，又中！哎，<笑>我没注意到，我说起来的啊，黑魂三，黑魂三。 老师嘞，我真的是没注意到那边有洞。黑魂山就获胜了呀！哎、欸，看啊，我妈小。哎、欸，他刚是给我他的剑吗？还是我看错？圣女梦。 什么假的？哦，这个国王剑士笔甲，熟悉的坑啊！妈的嘞！哦哦哦哦！下来就咬我！
干这个洞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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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，干，还是全中，操你妈！哎、欸，哦，没办法去突刺啊，或者就是直接刺他，奇怪。刚好给我什么东西吗？我没注意到，有武器吗？好像没特别写。哇，好多钱，该回家一趟。二代可以长按切换武器，改变攻击形态。怎么盾反了？哎、欸，勉强还是会盾反的。马努斯的追踪炮，什么马努斯追踪炮？马努斯有这种招吗？马努斯，我只记得我一直捏人性，贴着他的脸，一直干他，一直干他，他就死掉了。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前有敌人，另外攻击。OK， 光辉石。诶、欸。好，可以左手长剑，右手短锤，然后会有特殊动作。哦，诶、欸，那我现在可以吗？哦，我这样子有很心爆吗？哦。我这样能有什么特殊动作之类的吗？啊，小皮盾。这种应该都是……哎、欸，哦，敏捷不够，哭啊！现在数值不行。虚干，哎、欸，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等到7000块先回家一趟好了，而且还拿到银蛇戒指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回不了家。啊，数值 1.5 倍哦，这一只该不会变成到处都有的常驻怪吧？一开始也遇到一次，然后还当了一次 boss。看一下，适应力现在好像勉强还，你要再加一点就好。啊，生命力。差个700块，再做700块的话，路上吃一吃应该有400，啊，尴尬，可以可以可以，
刚刚是两千级，刚刚他。差一百啊！最尴尬的，只好再捏一包啦。不打算升级，可以把防火女干掉，拿到无限回火的毛片。哇，天才！二代有像双红蓝熔铁大剑的冰火二重天。与双龙华大剑的超级狼跳什么东西，听起来很屌。他这一款是完全外包给人家做的。还是说 他们只是同公司，但是制作人换？我知道制作人不是音高，但我不知道制作公司是一样。下去了。刚是不是应该直接走另一边？同公司不同制作人。哎，这狗咬到的感觉也不一样。这狗的攻击的利落感。也是不太一样。哎呦！干嘛？大哥，直接冲阿小。上次有玩到这边，哎，里面人不见了。现在到了遗忘囚牢啊，要带银蛇戒指，然后趁机赶快装上去。银蛇戒指，银蛇戒指，就让我装到了。哎，看，第二个铁匠，哎，第二个铁匠我还真不知道。这只打完了，我可以走这边过去。有笨蛋干！无限大碎屑卖2500一个，在哪？居然有这么好康的地方！哇啊啊啊啊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妈的，这狗不会爬楼梯，废物！快到了，已经 OK。来来来来，第二个火点在他旁边。小碎片前期没有无限卖，对，微尴尬。我现在还在挑我要用哪一把来强化，这也尴尬。哎呦，对，我火刀没升级，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升我这把火刀啦，还是行。目前打到这边是勉强还行。哎，
这条路下去的斜坡，而且小碎片蛮少的。完了，这边感觉一堆炸药桶，炸药桶那么多，通阿小，肯定有鬼。那边站着一只油，没看到。 红二可以全都要，毕竟有巨人 AT 键，可以炸墙壁就有火点，来通知滚下去后楼梯之后。哎，炸墙壁就有火点，来通知滚下去后楼梯之后。可以炸墙壁就有火点，来通知滚下去后楼梯之后。哎，打破就不行是不是？要重走，太鸡歪了吧？啊，不是啊。 好，各位板，请问这个游戏的设计怎么搬东西吗？不是啊，那我要怎么回到火点？那火点回不去，那个火点被卡住啦。 不信，请问我的膝盖可不可以加油一下？我的膝盖，到底？不是啊，这边也回不去啊！我刚打出去，左边的小道也不行。我刚看也是没。 啊，回不去，直接回不去，这边不行，我上不去，救命！而且外面也不行，这边只我除了用返回骨片以外，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办。 要走城墙炸碎片，但我不小心把碎片，我城墙，我那个桶子没下去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有一个碎片可以走，外面有咒符者，你说那只铁骑士吗？铁骑士打完了。 有办法吗？塔里走出去就左转可以看到。OK。先回高塔出来左转。 还是这一边方向出来左转，看起来都不是啊，还是这个。哦，OK。哦，哎，哇，在这边打架很危险。 Okay.
前有伏击，我怕。我是要炸掉这个墙壁吗？干！我喝一小口，我来感受一下。这边要干嘛？哇，该不会进去很精彩吧？我觉得我还是先回，我还是用返回骨片好了。我想要存个档，我身上很值钱的。哎呀，骨片一个600块，不要因小失大。大家都已经长大了。哈维尔的套装吗？哇，我大哈哥也有出现在二代。好了，把火箭升一下好了。然后我这个伤害实在是越来越不够。哎，碎片狗，碎片狗。哎，哦，不够，碎片差异。干，有什么坑？让我看看呢、啊。让我挑战挑战。干，不能从这跳过去，哦，好烦，又要重走，又要重走，这条路我走几次？哎，哦，可以走这。哎。哎，干，哎哎哎，中。啊，舒服！断子路满起来，不会啦，大家快乐就好，只要不要带我去真的错的路。我先把那边火点打开，我先把那边火点打开，那火点比较重要。哎呦，哦，哦呦，这边很多易燃物，哥，有没有想清楚啊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哎，我以为我以为我没事。哎呀，伤害有了，伤害有感觉了。哎，不要啊！啊，这一只怎么办？他自己要打的、啊，不是我能决定的、啊。看，啊，我这样怎么办？我又开不了门了。长剑好用的话，还可以这样扩剑。哦，用飞刀哦 ，OK， 好，下次试试看。哎，好烦哦，这个地方。
啊，除了这样子以外，没办法进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把桶子踢下去啊！我总要他先死，我才能把桶子踢下去吧？不是啊，他就站在桶子前面，我是要怎么办？提早啊，前面用脚碰一下 ，OK。阿伯喝水喔，哎呀妈呀，這樣啦，阿伯喔，你是的，哇，好啦，給大家看電了，來啊，讓我看看啊，这块凸起的石头往左边也有路，这里左边沿围墙就可以绕进去了。沿着围墙，其实没有很懂哎、欸。你走这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其实是搞不太懂。我要怎么走回去？跟我要怎么走进去？这里的地形，我真的是有点跨步。哎呦！我比他快，哇！嗯，我们有很多不正常的路线。嗨，各位同志，哎呀！好想要精力回复的戒指啊！好多、喔，还有没有啊？不对，哎呦，他要突刺我！啊！哦，因为是要买探索者的兜帽，哎呦，啊，增加掉宝率。还有啊，哎呦，这个声音不对劲哦。哎呦，声音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还是去别的地方玩一下好了。救命啊！哎呦，是不是有特别厉害的家伙？这门是不是可以先开？先开一下。就你一个，到这边冲一下。看起来是不是掉下去而已啊？单纯的掉下去。干。嗯。嗯。走路会怕，带牺牲戒指。然后自己的铁链可以修戒指哦。看一下我身上有这个戒指吗？
这个居然没带着，没有，救救我！而且你加油。哦，人像，这感觉是个四个卡，跟他打感觉有危险。到哪？哎，大家下来。没有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Yes。哎呀，一只一只卑鄙。这是王房，哎，不是啊，我到王房了，但是我找不到我要去哪存档，救命！我实在是不想带着这些钱。啊，我命现在很值钱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干！哦，不小心按到。弱点是打击，个别击破很有用，听起来很棒，充满了勇气。再见，再见。我要去找路了。救命啊、哦！这个游戏太难找路了吧？有没有路可回去？啊，存点就只有那一个哦，太奇怪了吧？这里的地形有没有？这里的地形有没有这么神奇的？捷径，开了一个捷径，我都可以走这来。哎，为什么有咚的声音？嗯？啊？哦，我踩到，我撞到门，妈！好啦，这边东西全部砍光了。还有谁？除了 BOSS， 呵呵，我要怎么回去？嗯，这一关太奇怪了，走不回去、欸，真的是走不回去。被这个小小的石块挡住了，看一下。对啊，这里爬不上去啊，这里也爬不上去。这里的配置是真的长得很奇怪。我要再返回一次，一直用返回骨片。沿着通道走就到了，我的路全部挡住啦，这里挡住啦，我这里是挡住的、欸，沿着通道走就到了，我没有啊，
你是有先，应该是有先做别的事吧？不然我再走一次看看，应该是没办法跨过去才对。买一个碎片升一个值，买一个碎片。再强化，好了，三级了。好了，这样打王应该没问题了。这边可以直接这样上去。嗨！呜！看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哎，那些士兵是不是要复活啊？又要再跑一次？这边可以吗？因为我这边不行。大条路，你应该是说这个吧？走不回去啊！我这边主要是卡了一些碎片，卡在这里，这里也上不去，所以我就是这样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哎呦，我也回不去，这是单行道靠腰。沿边边走是另一头回来拿城上小镇的路，要拿一下飞刀，飞刀，哇，我飞刀居然只有一个，消耗在这里，不用，没事没事，玩这个游戏本来就有很多时间花在找路上，过来。哎呦！耶！终于，哎呦，有两只狗在望。哎呦，距离一刀杀狗不远喽！哎呦，第二个铁匠，哎，还是上锁。哎呦！我以为你要敲我。普通的铁匠。哦，再给他。大斧。哇，这就是我的关刀。混种大剑哦，混种大剑感觉不够重，巨斧感觉好像有一点可以哦。哎呦，大碎片可以可以，哦，直变变直它，哎。这一代是不用素材就可以直接加，是不是？只要付他钱就可以变，是不是？这么酷的吗？
当吉尔曼吗？没有，我们是重武装玩法，最喜欢玩重武装。这一代的变质是不用素材的，我看他没哦，有啊有啊，靠腰有血有血下来，我傻逼了，我在想太爽了吧这一代，没有，并没有，我自己看错，不要修了，不要修了。到时候如果都没打到的话，我可能花6200买个巨斧。他应该也是双十一点用，可以用 1.5 倍力量算嘛？如果双十一点五的话，32，我差不多要点到22够吗？十二不够，23够啊，20要点到24，力量点24。碎片，跳跃万岁！火把很有用哦，火要点起来的。但我没有，这附近没有火啊！我要点火。我的天火！我要怎么点火给他？不是啊，引火能点火吗？你应该要未来双持两把大剑了。看起来这里也不能点火啊，还是我有什么会错意的地方？哦哦，按切换动作 ，OK OK。我先把这些钱花一花，免得等等，哎、欸，看要2500，尴尬。切换动作，是啊，切换动作，欸、切换动作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。注意啦！哎、欸，站住。哦，他屁股下是武器。嗯。哦，名将铁锤，让我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看我力量不够吗？哦，力量不够，这把叫双持。哦，敲一下直接爆开，哦，还行还行，嗨，哦，挺好的挺好的，这个伤害挺好的，有有有有有有手感有手感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有感觉。快，给他买一块，还消耗一下。哎，好了，出发喽，打 boss 喽。我们现在的血量，先用来感受一下这个王打起来。哦，我操！啊！就在这个提款之路打出巨斧，这一条是提款之路哦。